们今天有一个全新的企划，我想要知道一般的球友，他除了从学生时期一直在练球，甚至一直到毕业之后是一个上班族了，他还在勤练桌球的人，到底跟我们的国家队的职业选手的等级到底差在哪边？我相信这些路人也非常想要知道，练这么多球，我到底跟国家队的差异在哪边？因为其实有非常多人想要遇到国家队在正式的场上都遇不太到，所以我想说这个企划应该会对很多的球友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来，怎么称呼？品贤，吴品贤。吴品贤选手怎么会愿意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？因为主要还是想要看看自己跟职业到底有差在哪里。嗯、曾经有跟职业打过吗？有，有，当然有，当然15轻、18轻的那些小牌。哦、对，哦，15轻、18轻比赛，小比赛有遇过。对对对。你毕业多久了？我毕业现在3年，现在已经在工作了。那还有在找教练上课？有，还是持续在有，还是持续在上。对对对对。你这样打多久了？10几年有，十几年了，对，十几年。每年反正有一些小比赛，就会大家就会组队参赛。对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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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跟以前也认识蛮多年，也是以前组队比赛认识的。那今天你要挑战的是什么？戴明伟，戴明伟国手，好不好？我们赶快期待一下。好，我们的中华国手戴明伟，你的强项是什么？就相持球。相持球。听说你有一点时间没练球了，是不是？差不多2个月吧。各位观众，我今天为了要把他请来，我一大早跑去南投接他。他在老家种田，说都没有练球，我还帮他准备球拍。你有没有什么那个经历事迹可以宣传一下？没有。有啊，你不是说5年前干掉过林如，这是你的事迹耶。我们只在乎曾经拥有。真的，各位观众，他是有赢过林如本人的。哦，在他几岁的时候？15岁的时候。我们有赢过就好，就跟我当年有赢过蔡云恩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讲一辈子。好，那你今天的路人挑战者呢，是我们的品贤选手哈，5战3胜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到底职业选手跟我们的上班族到底程度差在哪边？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路边抓上班族，也是练了十几年球的上班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立马开始，走。
暂停。你好。啊。啊。专业裁判。打完了，刚刚是3-0，对，最高的一局拿几分？六分，第一局，对，八分，第一局拿八分，怎么样？这个体验怎么样？开心，很开心，八分，怎么样？这个体验是什么？体验就是在一个 level， 就是这个球怎么会这样打？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球怎么可以拧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。就是平时可能就是跟我打人，可能就是掰一颗或者戳一颗，可是他还可以上去拧，或者就是还可以变大角度啊，怎样子的？其实这种质量球平时是碰不到，根本碰不到。真的，我相信。刚刚中间还给我叫暂停的，你刚叫暂停的原因是什么？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对，你觉得他什么球特别好？全部都特别好。对啊，对我来讲就已经很好了。有没有哪一球是你特别吓到的？拧球吧。很多角度啊，然后那些就是在我打的，我几乎都没有碰到，所以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 level 吧。OK， 对啊，所以回去会想要偷练一下。一定啊，一定啊，对啊，这蛮好，蛮好，太好了。我们希望下次等你再练一个阶段之后，我们再来一集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帮你换个选手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。好吧，谢谢。好，没问题。怎么样？跟一般路人球友？而且他们不是一般路人球友，他们是练了十几年的球友。他有什么需要建议可以做一些修正吗？不需要失误，要减少。哦，就是可能，例如说今天比数可能拉近的时候，然后他因为他一两个无谓失误，可能我比数一拉开，就相对没那么紧张。OK， 你觉得他是什么球比较好的？正手蛮爆的，就在一般人上面有水准之上。我们也不会随便帮真的找那种真的很路人的啦，不然怕你没流汗，大老远跑来，我也对你不好意思。我流汗，就你是认真有紧张？真的很紧张啊！真的，我看你也蛮认真打的。很认真啊，真的很认真打。而且主要是球拍也不习惯，所以你一开始其实前期就有点比较紧，有点害怕，怕一不小心出锤。有没有给他一些什么练球的建议？有些人可能就是一味去追求，可能我质量就是要比较高的。是，啊，其实打球就是打全面，也不是说你质量高就好。OK， 所以你说稳定性还可以再更高。感谢，太好了，今天这集好玩。好，今天我们中华国手对上我们的一般球友的这个第一集圆满成功，好玩，还可以吧？可以，有流汗，我们就是运动。今天这集非常开心，感谢。我们的中华国手戴明伟，感谢我们的品贤，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。